化学公司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我们的使命就是给大家满满的安全感。大家都知道，银创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化学品公司，而我们的重要使命是什么呢？合规，安全。而我的工作就是围绕这个展开的。这样说来，是不是很有意义呢？来银创工作之后，我对严禁有了新的认识。上下楼梯居然需要人人都扶扶手，连一个纸箱的位置都有严格的规定，在厂区内行走还需要走在黄线之内。我的主管在第一天培训中就告诉我，未来是机器人的时代，要多观察，多思考。 What? 那就让优秀的我来超越机器人吧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银创有很多产品，比如最近有一款新型汽车清洁剂，只要30秒不用水就可以把汽车清洁干净。还有疫情期间大家使用的消毒剂也有我们的产品，就连前沿的 3D 打印我们也生产一些原料。银创和西门子的合作解决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，这样完美的跨界是不是贴合银创 slogan Leading Beyond Chemistry？ 介绍一下你在银创使命吧。我在银创使命，作为90后，当然是给我们团队带来活力。我现在可是九八后裔。我成熟来了。请问你在银创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？当然是我的班里 Jason 了，他把马入职事情都搞定了，还是为我考虑。为什么我来的时间你都没有出现？你知道了吧？疫情期间可以居家办公，还有这么好的事情。Evonik Leading Beyond Chemistry.